惨痛打击！娱乐圈在失一位年轻生命，柯晨勋竟然在厕所里猝死，年仅二十岁。这可不是什么绯闻八卦，而是一场无情的心血管疾病夺走了这位年轻男星的生命。谁能想到，一个年轻有为的明日之星，竟在平凡的厕所里结束了他的短暂人生？柯晨勋曾在歌唱选秀节目《超级红人榜》中。 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就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他的家人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消息，证实了柯晨勋的猝死，让整个娱乐圈为之沉痛。柯晨勋的家人用一种颇为特别的方式，传达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离开了，爱我的人，别为我难过，我去找佛跳墙了。佛祖说我很可爱，功德圆满。” 这番言辞似乎是对死亡的一种超然态度，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家人还替换了社交媒体头像为柯晨勋张大嘴笑的照片，这张照片年轻的笑容却为何如此匆匆离去，引发了人们的无尽思索。更令人痛心的是，柯晨勋的妈妈亲自透露了儿子的离世经过。原来当天柯晨勋下班后没有回家，妈妈心生疑虑。 前去派出所询问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然而经过调查，震惊的事实却是柯晨勋于二十七日凌晨三点猝死在饭店员工更衣室的厕所里。这一噩耗让家属难以接受，尤其是当他们公开了柯晨勋牌位照，一个大哭的表情，孩子才刚满二十岁，天都仿佛坍塌了下来。柯晨勋曾在超级红人榜中。 活泼可爱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常常以开心果的形象出现，逗得评审老师、观众哈哈大笑。除此之外，他喜欢唱老歌，访谈幽默风趣，既有趣味又充满灵性。不仅观众对他深有印象，评委也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机灵聪慧，憨厚外表下蕴含着有趣的灵魂。在得知柯震勋的离世消息后， 不少圈内人纷纷留言悼念，红人榜的评委歌手詹雅文深感心痛，眼泪止不住的流淌，但他也表达了对柯晨勋的深深祝福，希望他往生极乐，身心轻松自在。而担任主持人的虞美人得知噩耗后，也难以置信，他告知柯晨勋妈妈正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承诺随时提供帮助，并不断给予安慰。 然而，网友们对于柯震勋突然猝死的原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究竟是工作太晚，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柯震勋的家人并未透露太多细节，但已经确认他的猝死是由心血管疾病引起的。对于死因，家属并未提出异议。遗体也已经被运回。通过翻看柯震勋的社交媒体账号，可以发现，在离世前两天。 他还晒出了自己的照片，那时的他看上去状态良好，完全没有预示到两天后的离世，这真是让人措手不及。粉丝们也难以接受，二十岁的年纪，却以如此突然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让人对生命的脆弱感到深深的惋惜。当娱乐圈光鲜亮丽的表面下，时常隐藏着令人痛心的故事。柯晨勋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熟悉。 但他的故事却令人唏嘘。年仅二十岁的柯晨勋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歌手，曾经参加过《超级红人榜》，并因其出色的老歌演绎而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音乐才华引来了评委詹雅文和虞美人的青睐，甚至拜师詹雅文。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柯晨勋的突然离世让人震惊和心痛，他的离开似乎来得太突然，年轻的生命就此熄灭。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为何命运如此无情？柯晨勋是一个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年轻人。尽管他并非知名歌手，但他的音乐梦想却驱使着他不断前行。除了参加音乐比赛外，柯晨勋还在一家酒店工作，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他的努力和坚持令人钦佩，他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然而，命运的捉弄让人扼腕不已。 柯晨勋最后的时刻在寂静的夜晚，他留在酒店员工更衣室的厕所内，离世时已经没有了心跳。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表现出轻快的悲别，似乎试图传达一种坚强和勇敢的信息。年轻的柯晨勋却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柯晨勋的去世原因最终被警方和家属确认为心血管疾病。然而，这个年轻人的一生并不平凡，他从小就与疾病抗争。 怪病一度让他的生命陷入困境，他常常莫名其妙的头疼，甚至在一年级时突然四肢麻痹。医学检查揭示了他的动静脉畸形患，经过手术治疗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然而，二十岁这一年，柯晨勋再次被怪病缠身，最终离世。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柯晨勋坚韧地与怪病抗争。 但最终还是不敌命运的捉弄。柯成勋家住宜兰市，生前在当地一家酒店的餐饮部打工。据监控画面显示，二十六日晚，他正常上班至晚上十点，十点半左右，他前往男性员工更衣室。二十七日凌晨，柯成勋的母亲因他下班后迟迟未回家而心急报案。警方在该酒店的男性员工更衣室内的一间厕所内。 发现了已无呼吸、心跳的柯晨勋，经抢救后，柯晨勋仍宣告不治。其死因初步判断是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柯晨勋的母亲证实了儿子猝死的噩耗。他透露，儿子平时生活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和心理状况都很好。事发当天，柯晨勋早上九点多出门，直到晚上十点都未回家，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接到警方消息时，才得知他已经身亡。法医验尸结果更是指出死因为心血管疾病。柯成勋的母亲对饭店调出的相关监视器画面感到震惊，其中有画面拍到儿子走路不稳。他还对同事说：“我可以。”他希望追溯儿子当天在工作场所其他监控画面时，但检警却以案情正在侦办中。为什么要看？在质疑什么？ 的态度拒绝让他感到相当不解。噩耗传出，选秀节目方发文称：“我们的柯晨勋回到天上做一个快乐又幸福的天使，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又有趣的老歌，你一定是天上最可爱、最无厘头、唱歌最好听的天使，我们都会想你的。”该节目评委、资深音乐制作人、词作者许常德发文哀悼：“跟你一起合唱过一首歌。” 一起在深夜电话聊过重大心事，简短几句透露深厚情谊。一同参与节目的伙伴也悲痛留言，心痛死了，眼泪止不住，真的无法接受，太震惊意外了。柯晨勋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歌手，二十岁的年纪就这样匆匆离去，令人唏嘘不已。愿他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病痛，只有永恒的宁静。 也希望他的家人早日走出苦痛。